Yeah, I'm going to
情聚上海知根地，喝彩青岛啤酒节。尊敬的各位领导，尊贵的八方来宾，青岛啤酒的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我是本次活动主持人，我的名字叫陈小琴。我是本次活动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宁。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见证松江第九届青岛啤酒节开幕式的盛况。小琴啊，在这里啊，我想先考考你，你知道我们松江的别名都有哪些吗？哎，这个呀，你还真难不倒我。你听好了，有云间、榕城、古水，而且呀，沪上之巅、浦江之首、上海之根、花园之城的形象品牌已经渐入人心，有着上海后花园的美誉。现在进入十三五，松江正在以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为总纲领，以 G60 科创走廊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为发展动力，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的现代化新松江。产业功能板块，板块面积力度呀也是非常的大。是的，这也是我们青岛啤酒热爱松江这片土格外的引人注目。盛满着醇香的青岛啤酒迎接四方的宾朋，节日的市民广场散发着醉人的麦香，在这浪漫的夜下邀您共享夏日。是中国最老的啤酒品牌，作为一个拥有110多年古老历史的品牌，已经成为中国啤酒行业的象征。由青岛啤酒上海松江制造有限公司主办的上海松江第九届青岛啤酒节及啤酒，上海松江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志富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在这激情似火、酒香四溢的美好夜晚，我们迎来了上海松江第九届青岛啤酒节。我谨代表青岛啤酒向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朋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历年来关心支持青岛啤酒的各级领导、市民朋友们14年蝉联中国啤酒行业首位，青岛啤酒上海松江公司作为青啤集团的华东生产基地，积极响应政府建设 G60 科创走廊，立品质之本，树品牌之道，走科创之路，销售额度过一个美好而愉快的夜晚，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孙总精彩的致辞，请入席就坐，谢谢。